分楼栋，分时段下来活动一下。哎，戴上口罩嘞，不聚集嘞，互相提醒嘞，哎，还有一些规定。方便，现在我们有这个蔬菜啊，还有可多超市啊，它两个都搭配着，一个是买蔬菜，一个买是那个些调味料啊什么的，生活的米啊油啊都搭配齐全了，挺好。